在滔滔的一场河中，你是一朵浪花，在绵绵的山脉里，你是想写在蓝天草原，你燃烧自己，温暖大地，任自己成为灰烬，让一缕缕火焰翩翩起舞，那就是你最后的倾诉，臣有罪，罪该万死啊！我错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就在景帝将王美人册立为皇后的数日之后，梁王负罪返回封地。不久，皇十子胶东王刘彻被立为皇太子。启程。
殿下注意啊，这个王字是最简单的一个字，但是它藏有许多玄机。你看，三横一竖贯通其中，这也是最不简单的一个字。这一竖呢，它代表道，王者之道，唯有参通天地人之道才配做王者。三横是天地人三元，三元不通则王者失位而亡。那么哦，我明白了，三元通则王天下，三元不通则亡天下。对，这个王字是天下最难认的一个字，也是最不稳定的一个字。你看这一竖，它能不能撑起天地人？什么是道？儒家之道，不是黄老一切无为的清净自养之道，而是普济天下的王者之道。若是挑不起，则非王而亡。你琢磨琢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王字还真是不简单呢。是啊，天下人都想争做这个王，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王字难写呀。你这个老师还真有学问呢，您是向谁学到这些道理的？读圣人之书。圣人？您说的圣人是谁啊？就是孔夫子。可是太后她只让我读老子的书，而老子他为什么又说圣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？为什么老子他反对圣人呢？殿下，我不敢说老子的书错了，可我只读圣人的书，不读老子骂圣人的书。那你也算是圣人吧？我怎么配称圣人？我魏婉在前朝啊，原本只是个给皇上赶马车的。那您至少也是贤人吧？要不然我父王怎么会让您来做我的老师呢？我听说古代御马名师，有王良、造父，看来本朝又有一个名人叫魏婉呢。哟，殿下，您取笑老夫开心呢。我的理想啊，就是要做三件事。一是要观曲江之涛，二是要读遍圣人的书，三是要驾骏马射猎。有一天呢，观曲江之涛，我要去找刘荣哥哥，读圣人之书，我要去找您；驾乘骏马，我也要找您。殿下，师父有一句很严肃的话要跟你说。师父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以后再也别提临江王刘荣的名字，尤其在皇上面前。为什么？君王的眼中没有兄弟和姐妹，只有天下和社稷。来人，传临江王刘荣。你就是刘荣？前太子，现临江王刘荣。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？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。哼，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。从你来到这儿开始，你只是本属的御犯，本朝以法术御天下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
难道你不知道？哼，本王无罪。无罪？按照汉律，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。拿刀笔来，本王要就此事亲自向父皇陈词。拿刀笔来呀、啊！我要向父皇陈词，快拿刀笔来！大胆！把御犯刘荣剥去锦袍，换上囚服，带上刑具，打入死牢。诺，诺！我要向父皇陈词，我要向父皇陈冤呐！来人呐、啊，我冤枉啊！给我笔，给我笔墨！我要向父皇上书。来人，我要给父皇上书。给我笔啊，给我笔啊！来人呐、啊！喂，老实点！求你了，给我笔墨，我要给父皇上书。有朝一日寡人恢复王位，我一定重重赏你。求你了，给我支笔吧。你现在是朝廷重犯，我帮你与外交通消息，我这不是找死吗？我敢吗？求求你了，给我支笔吧，给我支笔吧，给我支笔吧，我要给父皇上书。给我支笔吧。人现在押在中尉署。内署传出的消息，刘荣又惊吓又委屈，整天啼哭。侯爷既与前太子有师生情谊，不妨试着向皇上求情。其实他的罪呀、啊，说大就大，说小就小。我何尝不知道他的罪有多大？他的最大之罪，就是做过太子。不能吧？怎么说，刘荣也是皇上的亲儿子。可惜皇上的儿子太多，可惜只有一个儿子可以当皇上。难道皇上为了保新太子才……皇上是怕新太子将来镇不住他。哼，谁要做了太子之位都不好过。君主之位就好比是那个金鸡之从，皇上把自己最心爱的儿子放进去，他能不为他将来一根一根的摘刺？摘刺儿？难道皇上还怕刘荣不服，怕他复辟？旧的叶子不去掉，新的嫩芽又何以冒尖儿呢？那梁王是不是早晚也得成根刺儿啊？梁王，皇上是暂时不会动他的。如果要摘了梁王，那朝里又让谁来制约周亚夫呢？您考虑这么深？哼，平定了七国之乱，诸王削的削，废的废，地方诸王已难再形成当年吴楚那种叱咤风云的势力。现在朝里朝外势力最大的只有梁王跟周亚夫。看来皇上目前策略是让他们相互制约，互相掣肘，将来早晚要削掉他们的，这也是为太子摘刺。只是现在时机未到。那侯爷您呢？这样摘刺儿会不会有一天出到您的头上？您在平乱中啊，那也是出了大力呀、啊。可皇上为什么不重用您呢？梁王跟周亚夫出的力还少吗？我告诉你，皇上之所以重用智都跟魏婉，那是要用其主，太精明了。就缺乏忠诚。太子少弱，皇上现在最需要的是忠诚之士。还是守拙为好啊，吃亏是福嘛。您不是信奉儒学吗？
您这一套明哲保身的手镯之术可是道家呀。管他呢，什么有用就用什么。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吗？不过这刘荣毕竟是我的学生，还是要想办法通气啊。太子，你是谁啊？我是窦婴窦大人府上的，这是他给您的帛和笔墨。啊，是窦老师让你送的？对，太傅是金子打通了狱卒，让我送东西给您。太子有什么冤情就快写吧。哦，太傅说了，信不能写给皇上，只能写给太后。这为什么呢？他是寡人的父亲啊。让您写你就写吧，时间不多了，我得赶紧走，明儿一早我来取。哦，这是什么？皇太后启，孙儿刘荣敬禀陈情。这是臣扣下的临江王呈给太后的信。怎么，中尉署的犯人还能往外递消息啊？臣下失职，万死。去查谁做了手脚。诺。等等，把这个拿回去，朕也懒得看了，没有证据你怎么查？站住。皇后娘娘，你这拿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我拿走这样东西，中尉大人，我会要你的命。你自己琢磨吧。诺。这间囚室的门窗统统给我封死。我警告你们，如果再有这类事情发生，我把你们全都关里头。
奶奶在这儿呢，过来。来。奶奶。太后圣安。哦，你来了，太傅。近日你都教太子读什么书啊？啊，老臣不过是教太子一些做事的道理。做事的道理？不对，你应该教太子做皇帝的道理。老子说，治大国如烹小鲜，事事不小心可不行。魏婉，你知道我们汉家天子奉行的是什么道理，该怎么做呢？臣浅学，不敢知。嗯，你应该教太子多学习老子，那些无用乱人心智的杂书少去看。道之可道非常道，名之可名非常名，世间的小道理那不是大道理，世间的名分也都不是永远的名分。太后，容臣细想一想。还细想？你连这个都不懂啊？我听说你近日总教太子读那些个《论语》《礼经》之类的儒书。老太太，我不喜欢这一套。我汉家本以黄老无为之术治天下，推崇的是黄老之道，不是儒道。这皇上竟能选你这老昏人做太傅，既然如此，我近日也要给太子身边安排个人。听太后吩咐。我琢磨着让吉安去当太子洗马。这个人世家功臣子弟，行事一丝不苟，把太子交给他管，我信得过。梁王回来了吗？回太后，皇上要梁王去城北上渭河新桥跑马试车去了。吩咐跑厨，晚些开饭。皇上跟梁王同乘一车吗？回太后，梁王此番入朝，皇上为其单设了驾乘，所以臣与太子今天还有课程，奏请太后告退。什么人？启禀太后，窦婴将军在殿外求见太后，据他禀报，临江王刘荣不幸在中尉署投环自尽了。什么？刘荣死了？怎么死的？他犯什么罪了吗？是因为侵占太庙用地入罪的。刘荣哥哥死了？刘荣怎么死的？是让你吓死的？是你授意杀死的？还是他们为了迎合你的意思，生生把他逼死的？娘，朕不会这样，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。刘荣为了扩建他的宫室，侵占了祖庙。本来嘛，是想教训教训他，打掉他的娇气，没想到他有点委屈也受不了，自杀了。那他给我写的一封信呢？那封信呢？这没见什么信。这关在里面的人，他是不能朝外面递信的。你给我拿来。不不不，如果有信的话，那应该是在中尉署吧。哎，春托，奴才在。去找知都去问问。遵旨。知都？又是那个知都啊？有他在，我们刘家谁也活不了。
要追究，一定要追究。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本事。他也太狠了，敢一手遮天，连我孙子写给奶奶的信他都敢扣。给我把信拿来。父子不像父子，兄弟不像兄弟。中尉至都，请求觐见皇上。皇上口谕，传中尉至都，速归中庭反省罪过。臣遵旨。宣周丞相，宣魏齐侯。宣魏太傅。临江王真是自杀的，他毕竟是皇子，谁敢害他呀？这刘荣虽然有罪，但罪不至死。朕把他关在中尉署，本只是想警戒警戒他。你们俩的笨一样。那是谁啊？啊，中尉至都，皇上恼他，逼死了临江王刘荣，正要他跪那儿反省呢。射的啊！哎，太子，太子不能射呀！太子，乞丐，我要杀了他！乞丐，我要杀了他！射呀！太子，太子，太子，智儿，太子，不能射呀！太子，智儿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他逼死了我荣哥哥，我要拿箭射死他。走，跟我走。我不走。走，母后，我不走。他这一死，太后震怒，要追究相关的责任，请你们来就是要异议。说话呀。丞相，臣最近身体不适，朝中之事不甚清楚。臣的意思，臣失职。陛下，臣以为太后之怒并非完全是出于为刘荣的事儿。至都中尉之前曾主持梁王一案的调查，想必早就触怒了太后。哎，今天不要谈梁王的事。陛下，刘荣很小的时候，下臣就有过接触，实在是性格又骄矜又懦弱。
其侵占太庙也属重罪，本当绳之以法，即以投环自尽，也是性格使然。与皇上、与执事官员，并无直接责任。臣以为，以厚葬刘荣，以宽慰太后悲伤之情。那当然。只是刘荣在自尽前，给太后写过一封信，据说呢，是写了中尉署对他虐待的事。这莫名其妙的事，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。太后问下来，呈不上来。这封信没有送出去，可为什么太后却知道了？难道真有透风的墙？会不会是太后授意让刘荣写的？这个中尉制都不能再干。陛下，臣以为必须弹劾制都，这样才能消除太后之气。中尉一职应该由专业军人担当为好。臣保举栾布担当中尉一职，统领北军。周丞相的意思也是如此。陛下，栾布确有战功，但已垂垂老矣，不如任韩颓荡为中尉可能更合适。韩颓荡这个魏婉，你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吗？禀圣上，臣的职责仅是辅保太子，至于由谁接替制都，应请陛下定夺。哎，刘御史，你可有人选？臣以为此事应由陛下自行决定。这个制都呢，办案是有错，但案呢，也不能不办。另作安排吧，朕还是要用他。这事儿先搁一搁，人都不喜欢酷吏，朕也不喜欢，但事情总得有人去做。中尉一职，京师尉戍，护卫着大内，遇事必须果断，雷厉风行。所以朕选用的还是那个济南都尉宁城，对付宗室豪强很有办法，朕看就让他来接替制都，担任中尉。送诸位恭亲大臣。
此中种均与中尉职责不符，故而从今日起，革去其中尉职务，贬为庶人，并不得滞留京都，其中尉职务由宁城接替，钦此。 停车！停车！ 制度禁止！臣在。皇上亲诏，任命制都为雁门太守，着令其不得返乡，直接取道赴任。到职后得以便宜从事，钦此。 对臣谢圣上隆恩。请。 太子呢？怎么还没到啊？韩嫣，问你呢。哦，学生不知道。张骞，你知道太子哪儿去了？学生也不知道。可能殿下不知道太子西马近日新来授课，所以……哦，太子知道，今天吉安师父要来讲课的。学生昨天已经跟太子殿下讲过了。是吗？ 为什么还要迟到？可能太傅不必解释。太后请老夫出山任太子洗马，专门讲述黄老之道。老夫是有备而来，特意从太后那里请来戒尺。殿下初上课便违逆客规，老夫只能按规矩惩戒。高祖在上。 在下没有尽责，有罪。太子乃国之储君，来日至尊，臣不敢激太子，谨代太子受过。本应自击十下，留下三下，教训太子。 还不进来！身为太子，不在社庙好好读书，四处闲逛，像什么样子？臣参见陛下。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这一向，朕无暇过问。 太子读书的事，你们怎么这么放纵啊？父皇，儿臣只是因为课程混乱，教义矛盾，才独自在园中散步，想清静的思考思考。说什么？实在是魏婉老师平时给儿臣所授的儒学，与太后要汲黯老师所教导的老子之说互相矛盾。儿子愚笨，不知何去何从。父皇平时既教导儿臣要尊师。 可儿臣现在不知该遵从哪位老师。魏婉，你说说看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 微臣不通老子，所以并不知其有何矛盾。
那么你说，有什么矛盾呢？实际上，儒学与老学之间是形同水火。祖母让我学黄老，魏老师要我学礼教。孔子说，礼乃国之大本，而老子却说，礼是道之皮，乱之首。魏老师要我学聪明，好学不倦，学而时习之，以智慧求人善，早上知道真理，晚上去死也值得。而老子却说，古时善于行道的人，不是教人民聪明，而是教人民愚朴。人民之所以难治，是因为他们有太多的智巧心机，所以用智巧去治理国家，只会多出盗贼；不用智巧去治理国家，才会让国家幸福。这么说起来，不是要人愈蠢愈好吗？那我还要学什么智慧呢？孔子说，君子之政，定要举贤用能，而老子却说，不上贤，使民不争。他们所主张的道理都是相反的。他说的这个问题啊，是个大问题。正看你们二位一时也说不上什么。明天从太常府中请两位博学之士，让他们来谈谈这个问题，正和你们都去听一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臣去安排。这下好了，针尖对麦芒，搞个水落石出。殿下且慢，陛下，老夫着太后之命前来为太子授课，太子今日却无故旷课，所不敬的不是老夫，而是太后。太傅赐老夫戒尺一柄，老夫有过，今已自罚；太子有过，仍应受罚，以戒在此。还真要打呀！旷课该打，打。